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，我是你们速报君林迅啊。先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，是刚刚登陆 Switch 平台、Xbox 以及 Steam 等平台的一款独立游戏啊，名字叫做《海怪学院》啊。这是一款校园奇幻冒险 RPG 游戏啊。海怪学院可不是什么寻常高中，鬼魂充斥着艺术部，邪教徒在攀爬架下集会，鳄鱼还正在吃小孩，与神奇海怪携手救出叛徒。我们今天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啊，一个校园奇幻冒险 RPG 游戏《海怪学院》。来吧，进入游戏。简单难度 OK。这个游戏首发加入了微软的 SGP 服务啊，所以大家如果想省钱的话，就可以玩这个 SGP 的版本。别抱怨了，等你安定下来，妈妈相信你会喜欢这里的。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纳迪亚就可以加入那么好的社团，这明显就是偏心嘛，并不是这样的。这个是他的姐姐还是妹妹？姐姐啊，感觉很嚣张嘛，姐姐。这个像素画风还蛮有意思的啊，玩得开心，我的宝贝们。这个翻译是吧？我谢谢你啊，很接地气哈。我会非常想念你的，有机会就打公用电话给我好吗，亲爱的，拜拜，妈妈再见。他们俩这是在哪？就是来到海怪学院了是吧？哎，那边的那个贩卖机上闪着那个光芒啊，应该有什么东西。我真希望你被送到其他学校去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这两兄妹看起来好像很不和啊。我只在话剧社周边活动，一个专为白富美和高富帅准备的地方，像你这样的小平民是不可能见到。哎，怎么这么这个姐姐怎么这么横啊 ？OK， 如果她没有朋友，我也不会感到惊讶。这就是海怪学院对吧？在宣传小册子里看起来还不错。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都看起来破败不堪？对呀，为什么感觉这么破啊？你看那个车上都是那种锈迹斑斑啊。流浪洞主，这个人怎么感觉这么像龟仙人啊？啊？这人的这个长相也太像龟仙人了吧？尼古莱，那家伙偷了我的手机。哎，那我得帮你抓到他是吧？啊，人家自己来了，行吧。校园里是不允许打架的，小混球。这刚来学校就这么刺激的吗？我靠，车要炸了哎！这学校到底能不能待啊？太可怕了！还有西兰花小妹是什么鬼啊？西兰花也能上学的吗？你也加入了音乐社？我们得快点，快上课了！现在，跟我来。哎，我们的同学是一颗西兰花是吗？这是什么奇怪的学校啊？太奇怪了好吗？我感觉他好像没往这边走。OK，LT 键冲刺。西兰花往哪走呢？天辣路。哎，你怎么还说淋雨啊？还天辣路？我会在海怪在线上给你发送好友请求。哎呦，他们学校还有专属的 APP 啊，看来。是吧？喜欢打鼓，不喜欢想到他的前任，行吧。西兰花小妹，年龄16，身高74厘米，74厘米，这么矮。OK， 还有体育社是吧？主角的名字现在好像还不知道。OK， 走了，走，我们赶紧去音乐社。你想加入吗，斯蒂克斯？费用是10000。啊？这什么鬼啊？争论？我才不会付那么多钱呢。啊？表现出粗鲁的态度，凭什么给你钱？啊？真的要付钱吗？我只有10000块钱，完了，一分钱也没了，穷光蛋了。如果你将来需要我，可以在南边的市场找我。OK， 嗯，哭了，真是太坑人了。斯蒂克斯啊，喜欢纹身，不喜欢竞争。OK， 这居然是学校的员工啊，身高182，
28岁，可以啊。这里是海怪学院的安保系统，请出示你的音乐社门卡。给你，谢谢。OK， 还有面部扫描啊，大门可自动对你进行识别。哎呦，你看，哎，这个大门还挺那个啊。看一下这有什么，中心广场，主线任务，主线道具。OK， 走吧，去赶紧去上个课是吧？音乐社。主角居然还是个 music boy 啊！我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吗？哎，西兰花小妹在这儿。嘿，走这边。哦呦，他们这个大楼看起来好破败哦。你说你们收这么高的学费，居然还……我靠，这个饮料机都碎了。我们快到了。这个学校好可怕呀，感觉。是不是正经学校啊？我坐哪儿啊？哎呦，呼哧呼哧！哦天哪，反正老师都迟到了，我们其实根本不用跑。哼，我以前从没见过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想做谁就做谁，我应该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好呢？我还要我自己起名字是吧？那就还是卢卡斯啊，好吧 ，Lucas。OK， 怎么确定呢？哦，在这儿。OK， 请叫我卢卡斯。哇哇，你这个出场动画是不是有点浮夸呀？你这名字有点过时了吧？言归正传，我在音乐社打鼓。你演奏什么乐曲呢？谦虚一点啊。我小时候经常弹琴，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弹。没关系，我们的乐队还需要人。科斯塔丁就是那边那个戴眼镜的人，他会弹贝斯。哦，可以啊。弗拉基米尔那个金发的是我们的歌手，所有的女孩都是他的小迷妹。当然了，我才不是呢。哦，这个人长得很帅啊。这还有个穿长颈鹿帽衫的女孩会弹吉他。OK， 他有时候有点言不由衷，他有一点什么。哟，西妹，哎呦，这个西蒙娜怎么感觉看起来有点阴森啊？你带你的游戏机了吗？看起来像是个宅女啊。在老师来之前，我们来玩一把女巫公主之战吧。OK， 那个怪人是谁？他是新来的吗？不要告诉他我会接替，不要告诉我他会接替海怪以前的喽啰吧。海怪喽啰是谁啊？一个听命于海怪的可怜仆从，没有几天就被无情抛弃了。OK， 关于游戏机，我把它带来了，但电池没电了。卢卡斯，你觉得你在这里能找到电池吗？哦啊，要去找电池是吗？交个友呗。你可以在物品界面中选中它们，然后拿到手里。OK， 先来交个友啊，别跟我说话。哎，你骂谁呢？这个人不文明啊，西蒙娜。不喜欢的东西是我，哼，我也不喜欢你。看你长得就是，哇，这个弗拉基米尔感觉有点逼王的那种感觉啊，不想。哇，认真的吗？你这自恋狂吧？哎，哇，不喜欢被忽视，我的妈，这真的是个自恋狂啊，应该。新来的，你认为自己被唤醒了吗？没有。不，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。这，哎，我敢打赌你绝对不知道那些大型汽水公司黑了我们的手机。为什么是汽水公司呀？这才是他们的聪明之处。有一种黑叫灯下黑。啊，果然他是喜欢阴谋论的人啊。这个学校里感觉都是怪人啊。找找哪里有电池呢？你在书架上翻来翻去。好，找到了电池啊，装备一下。我们的物品，电池哦，已经拿到了。OK， 给这个西兰花小妹，谢谢你。真不敢相信这里竟然还有一些电池。OK，
哎呦，我们老师来了，佩特洛瓦女士。在我的班上谁也不许偷懒，相信我，我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懒鬼，而你们看起来全都像一群懒鬼。紧张。你们都知道我曾经在大剧院里当过歌剧演员，现在我得和你们这群 loser 整日为伴。我以前有个懒猪一样的学生，和你们一样一样的，最后我们无计可施，只能将他放逐山林。那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哦，这老师是在威胁我们要把我们丢到山区是吗？让我们来看看这张新面孔的表现，他会成为一个懒鬼吗？哦，开学第一天他们就想要将我逐入山林，这游戏剧情感觉好鬼啊。我压五毛姐姐一定没遇到这种事，男女平等啊喂。贝多芬的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用的是什么调？这怎么弄啊？确保你有足够的分数来填满下方的仪表，上面的圆圈代表你的游玩次数，当目标在黄条中心上方时按 X 键 OK。 哦， QTE 是吧？ OK， 完美。好，降 E 大调。 OK， 回答正确。下一个问题，莫扎特最喜欢的鸭子叫什么名字？这他妈也能知道莫扎特的鸭子啊，鸭鸭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丈夫离开我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再见。完美。 OK， 我不知道，他妈都没说。回，这居然都正确了啊，非常好，这是给你的奖励，100个瓶子。给我100个瓶子有什么用啊？马尔科瓦女士，这是谁啊？这个是学校的校长。佩特洛瓦发出嘶嘶的声音，难道佩特洛瓦是个蛇？哎，他怎么这样跑了？他在20年前就被解雇了，天哪。我是马尔科瓦老师，负责教大家音乐理论，所以刚刚是个假老师是吧？我的睡眠周期在周末变得超级混乱，我习惯是到中午，所以我睡充电养神，你们自习修身。哎，那你这个老师凭什么这么拿工资啊？哎，这帮 loser 学生真的是。哎，老师你就只想睡觉呀？佩特洛瓦给了我们这些瓶子可以干嘛呢？你是新来的，教室外面有一台对瓶机，你可以用它们兑换一些斯洛停机，环保你懂的对吧？ OK， 行吧，开心就好。拿着这个球棒。哦，这是不是我们的武器呀？你可以砸碎储物柜和垃圾箱来寻找更多的瓶子。好的。佩特洛瓦女士喜欢歌剧不喜欢玩笑。 OK， 她也是这里的员工啊，所以这位老师就在这儿睡觉是吧？马尔科瓦女士不喜欢主流文化，喜欢打盹。哎，这学校里有没有正常人啊？我说我们装备上球棒啊，哎，怎么好像装备不上呀？西兰花呢？对瓶机难道是这个？现在有了真正的调味品，你想买点什么？怎么买？我买不起，可还行。哦，对瓶机500，你想兑换吗？兑换一下。哦，100个瓶子就是100块钱是吧？行吧，这我可以打碎是吧？哦，哇，我把人家这个箱子都给打碎了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不破坏环境吗？哎，捡到了一个什么绷带哦，垃圾箱也可以给人打了。哎，人家好好的垃圾箱。哎，为什么不让我兑了？哦，可以兑换一下。哦，给300多块钱了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可以干嘛。购买记忆小时。 OK， 哦，这里就是存档点啊，要花钱吗？哦，太棒了，我带你去看看宿舍吧。
我们不是还有课吗？行吧，你们这个学校就是这么随意啊哈，上什么课，直接去宿舍睡觉。卢卡斯，宿舍在这边。哎，为什么我要来这种学校上学啊？太慌张了。这是宿舍是吧？太荒唐了。这宿舍感觉好破败啊，难道我就住在这种地方？这个是我的，这有点空荡荡的。可以买家具吗？哦，获得了一个床。没关系，床不再适合我了，我现在的我更愿意睡在土里是吧？笑死。布置房间，我们的床 OK。好，放上了啊！这个床怎么这么大呀？市场里的巴巴托多尔卡那里可以买啊。OK， 两天后在废弃的宿舍里会有一个超酷的化妆派对，我的前男友又要来，这会是一个问题。咋？你想让我装成你的现男友吗？你一定要来哦，那必须的。我没有服装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去人工湖看看。啊？让我去湖里捡衣服啊！中心区域的西南出口，上北下南左西，西南出口。OK， 寻找一套衣服，这可以睡觉吗？哦，可以哦。走，去人工湖找找衣服。哎，这学校真稀奇啊！衣服要去湖里捡。你说说，这上的什么学？去人工湖看一看啊，西南方向。他们这帮人在这干嘛呀？看看这些姑娘们，一点也不自重，笑死。啊，这里是艺术社的学生，那么自信又那么温柔的触感，你爱上我了？弗拉基米尔，看我哦。这些人是都是弗拉基米尔的粉丝是吧？你们也是够了。这种大的，哇，大的这种，这个箱子也可以打。 OK， 获得了一个成就，极品者。看一下我们地图应该往哪儿走啊。音乐社、艺术社、画哦，在这儿是吧？嘿，那么要下去，去一下人工湖啊！哎呦，这里好多好多瓶子，都给它打掉啊！多拿点啊，那边没钱。这里是谁啊？艺术社的学生，音乐社，哎。这也是音乐社，但我不认识你，老兄。这里有什么？这堆东西怎么在这儿？可不可以打掉呀？好像不行。这个是谁？体育社的，他这个人怪吗？校长是个怪胎啊，是吧？校长不是人类？这里应该是人工湖啊，对不对？一切都那么混乱。当你靠近大门，是声控系统启动。你好，这里是海怪学安保系统。哎，哦，这里是艺术社。哦，哦，这个撞这个这些杂草撞开的话，里边是有瓶子的。那这个不就可以踩掉吗？哦，可以啊。这为什么撞不了啊？这边通往食堂和这个。OK， 那我们要往下走是吧？这个啊，存档，购买一下。好，308，哎，换个钱。
好，兑换一下。哦，直接800了。西南应该是往这儿吧？哎，好像不是呀。我应该从哪儿走啊？这里啊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食堂。看来人工湖还要往下啊。果然，这个是买什么的？看一下菠萝盆栽啊。午夜骚乱海报都好贵哦，买个盆栽吧。应该也是这个书桌啊。OK， 又解锁了一个人物，把这给他砸了。这里这个是哦，这一开始敲诈我的那个。哦，你后边去艺术社、体育社什么的。都需要花钱，还要释放灵魂来买啊？行吧。哎，我要怎么过去啊？从这儿走？哦，这是那个流浪洞主的家。尤金是什么鬼啊？对瓶器升级版，获得友谊徽章来解锁，好像还不行啊。斯蒂克斯 ，OK， 他这可以捡东西吗？好像不行。哎，我怎么过去啊？他也不能放大，放大，好像是要从上边走，是吧？从这儿走，怎么过去啊？哦哦哦！这里可以往下是吧？好吧。哦，有人在叫我，我召唤你来完成使命。你是谁啊？不会是海怪吧？他叹了口气。你就按照套路来找我好吗？不然我演不下去了呀。哎，老兄，咱们这个演员能不能不要这么敬不敬业啊？自己破梗可还行。所以海里是有海怪是吗？我靠，这是个什么海怪？我需要一套衣服，有吗？什么不？听着，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。孩子，我才不在乎什么服装。学校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，在三天内一切都将会怎么了？这个男主也挺有个性啊。给我一个任务，你需要完成它。拿着这，什么？你要给我啥？拥有神秘力量的古代护身符？这他妈还要我自己找？哎呦，这里有吗 ？OK。你感觉到木头稍微弯了一点儿 ，OK， 完美，好，箱子开始破裂，赶快按 X 键，好，哎，完成，有吗？哦，腐化宝石装备上，哦不，它坏了，是谁干的？这群该死的孩子们！啊，这个宝石坏掉了吗？这是什么鬼啊？你可以在物品清单中选择物品，自己选的人哭着要用下去，可还行？这里有啥呀？左触角，这是有什么用啊？我给打了。这是啥？你在报纸上找到一篇文章啊，频繁的地震仍在继续。科学家发现，最近几次的地震的震中是当地的高中海。我操，这里不会是要发生什么大地震吧？
然后我们需要解救大家是吗？多拿点罐子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道具。哦，要找到三部分啊。腐化宝石。哦，好像还差一个。那另外一个在哪儿啊？我们往这儿找找看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看这儿有没有？好像也没有。哦，这里有个篝火，是不是可以传火啊？好像也不行啊。这是什么？你在沙子里挖来挖去，又触角。哦，它是左触角右触角跟那个宝石三个混在一起，是不是才行？三块都找到了，看来我们是一支多么伟大的队伍了嘛！干活的好像，哎，对呀，你只会在这逼逼。我是你的仆从吗？有人告诉我你想让我当你的仆从是吗？徒弟，嘿嘿，行吧。关于你的任务，那个叛徒就在我们中间。他们是一个强大的实体，可以是这座学校里的任何人。他们的目标是毁灭海怪学员，你需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。哦，我要找出这个学校里的叛徒是吧？这个腐化遗物可以让我们穿越时空，这么牛啊！再过三天，一切都将会改变。过去保护学校的魂灵被封印了。音乐社的雄鹿魂灵，艺术社的青蛙魂灵，体育社的骏马魂灵，三个这个，哦，四个是吧？飞鹰魂灵。如果没有他们，整个学校会在三天之内毁于一旦。哦，我们要拯救学校是吧？趁还来得及，你必须尽快解救所有的魂灵。哎，这个学校毁灭吧，我不想救了。当什么勇者啊，真的是。你为什么不亲自对抗叛徒？我还不够强大，哈哈，笑死了。魂灵似乎被困在了混乱的学生身上。首先我们要解救维伦。我在啊，西兰花小妹那儿。他要参加星期三的化妆派对。 OK。 哦，为了拯救学校免于水深火热，我必须得去参加派对。回答正确。好的，但是我没有服装。给我服装呀，还乖。我回到校长办公室的违禁物品箱。那我怎么拿呀？没人会允许你这么做，而且白天可能会有人看见你。晚上去校长办公室拿走它，它位于食堂大楼，在中心广场的南边。OK。哦，如果搞砸了的话，就可以在三天结束的时候使用护身符。OK。那我们现在要去交交朋友，是吧？哇。为什么我要拯救这么混乱的世界哦？我只是想单纯的上个学而已啊。哎呀，西兰花小妹又来了。哦，卢卡斯，你找到服装了吗？没有。他们把违禁物品都放在那儿了。你打算怎么进去啊？只能晚上进去吧。我相信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好的，星期三晚上派对见。今天是星期几啊？我还可以消磨消磨时间。干点啥好呢？我可以打电话给我妈妈和她说说话。打电话给妈妈试试。哦，现在是星期一是吧？来吧，直接打电话打到下午六点。
直接到晚上是吧？周一晚上还有60个小时，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呀？像那个什么姆吉拉的假面，这不就是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回到过去吗？这是食堂对吧？啊，老师的班，校长办公室好像就在这儿啊。这有人在这睡觉，那我应该不用管他。会不会把人吵醒啊？应该不会。这有个收音机。是干嘛？他不会把员工给吵醒吧？结果直播广告，哎呦，用餐时间表 ，OK， 靠，你就反正就各种吃这个稀粥呗。所以他们校长办公室是在哪儿啊？应该是这个是吧？完了。这个人怎么醒了？你怎么醒了？分散他的注意力。你大半夜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是可敬的食堂管理员，食堂是我的骄傲和欢乐。你睡在这里吧，当然，我绝不离开我的城堡一步。现在离开。你有没有办法让我从那扇门过去？当然不行。如果你能帮我做一件事，哎，你这个人哦，要喝好喝的茶是吧？制茶所需的一切都在这里。我还要帮他泡茶是吧？哎，我为什么这么惨啊？哦，加茶包，然后加糖，完成了。好，给他就行了，给你，棒极了啊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不好喝吗？周围有什么东西吗？能不能找到现成的茶？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进去啊？这里是有什么东西吗？找到了一张学生名单，亚历克斯的人啊！我操，这里怎么有？这里怎么会有安保系统啊？啊，直接把他给干掉。OK， 安眠药。哦。我们就在茶里边塞安眠药就可以，对吧？这是危险行为啊，大家不要模仿哈。先来一些水，加茶包，加糖 ，OK， 加安眠药，完成了。哎，您老给我喝了安眠药，乖乖睡吧。啊哈，打鼾了对吧？嘿，你小子斗得过我？咱就是说你小子，我操，这里怎么这么吓人啊？那面发红光的是啥？是啥呀？这里是怎么了？这里是发生命案了？找到装着没收物品的箱子啊，这个吧，找到了企鹅。我们去参加派对要穿企鹅服啊。你要去哪儿？什么人来了？这是校长啊。我靠，这校长怎么是个狐狸啊？你应该对校长更尊重一些，新生。你和那个话剧社学生纳迪亚是亲戚对吧？他的表现比你好多了。还
才怪，你不该听从那个泡在肮脏湖泊里的可悲生物，他对学生们产生了不良影响，我应该想个办法把他处理掉。行吧，这校长感觉也是个怪胎啊，喜欢激光笔。哦，这是猫是吧？猫科动物，所以喜欢激光笔。哎，行吧，砸一砸。走之前这得废物利用一下，对吧？哎，在这儿，在他房间里跑不了呀，好像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地球仪啊，这还有个。这校长看起来好矮一个，有点吓人啊！这里。周三晚上，现在是周几啊？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谁？哦，这是那个疯掉的佩特洛瓦，对吧？这里的电脑能用吗？还不行。来吧，都砸了。哎，那有个红色的箱子，这是什么？耗子？这马桶塞吗？靠！我为什么还带了一个这玩意儿？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任务啊？派对时间，周三晚，拯救世界。那还早啊，难道我们现在就要去睡觉，一直睡到周三晚上？OK， 先去我们宿舍睡个觉吧。这人怎么大半夜还在外边？你这不行啊，小姐，回宿舍了，睡个觉。这是我们屋是吧？布置一下房间，看看有什么其他的吗？墙，哦，哎，还可以调墙的颜色。书桌，我靠，这居然是个书桌，谁敢信？海报什么都没，哦，这是放在书桌上的一个摆设是吧？打个盹的时间，睡到周二早晨六点吧。OK。小睡一会儿，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！一天不睡，睁不开眼啊！那我今天，哎，这个家伙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了你啊？如果你找到了22毫米压力接头扳手 ，OK。哦，看门人，哦，他好像需要什么扳手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帮他找一下？这些是同学的房间是吗？哦，这是什么？一只猫身上，这是谁的探案室吗？看一下其他学生宿舍里边都住着谁啊？我感觉这儿好像没有其他人住呀。啊？不会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住吧？有点吓人哦。这是个圈套吧？整个宿舍好像没有其他人啊。哦，这是弗拉基米尔的这个房间，应该是有他自己的海报。桌子上有啥呢？上面好多人给他写的情书是吧？笑死！哎呦，长得帅就是优势啊，对吧？长得帅就是有女生会给写情书，这个世界比较现实啊。长得帅，长得漂亮是吧？都会有很多。哎，我们来对个瓶子，哎，兑换一下，多少？哇，哦，1500哎，可以，来存个档，购买记忆小时，好。OK 啊，因为这个试玩时间的限制啊，我们今天试玩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吧。然后今天给大家试玩的这个游戏是叫做《海怪学院》啊，
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找一下，游戏目前已经登录了这个 Switch 平台、 Xbox 平台以及 Steam 的平台啊，然后并且首发加入了微软的 SGP 服务，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试一下。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，我是你们速报君林迅，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呢，欢迎评论、收藏和点赞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，拜拜。